我们在一起了。怎么忙到这么晚啊？我刚刚在里面跟员工一起干了点活儿。你一直在这儿等我啊？以后还有这种事情，你就喊我来，让我来做。还有刘阿姨，我跟麦叔已经哄好了。谢啦，这个奖励你的。每次都给这些东西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不喜欢？不喜欢，那你给我吧。谁说我不喜欢？喜欢的不得了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就喜欢了。这酒店门口呢，你注意着点。这有什么的？走，要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带我去哪？你不会还带我去兜风吧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这儿的？我之前经常来。当然是看你朋友圈看的呀。你偷窥我呀？你公开的，大哥。大姐，那多久之前了？你背调我是不是？我就想多了解了解你。姚志明，啊，看什么呢？你怎么不下去啊？等你呢，女士优先。女士优先，你不敢下吧？怎么可能？那你给我下一个，我看看。我这不等你吗？哎呀！我没想到你这么大个人，你怕鱼啊你？不是，这脚皮的鱼，这是不是太大了？这还大只？有你钓的鱼大吗？我钓鱼是我吃鱼，这个是他吃我。行吧行吧，胆小鬼，我给你打个样，看到没？没事儿，在里面跳舞都可以。你要不要试一下？试一下？别这么磨磨唧唧的，快点！好好，我试。来，我来。快点，下去。怎么样？还好，是不是还可以啊？嗯。尤志明，你说这鱼吧，也怪可怜的，这每天就只能吃脚皮。不会啊，别这么想，我觉得挺可爱的，自由自在的。哼，你这个理论真的是把我给打败了。欢欢，要不今天跟我一起回家吧？我妈怕你来的吧？没有，我就随口说说。姚志明，我现在已经成年了，很多的事情呢，我自己可以知道该怎么做，你就别操心了。你怎么跟我妈似的？我只是现在还没有想好回去怎么面对她，所以彼此再冷静一段时间吧。好，听你的。哎，那这鱼什么品种啊？你不是天天钓鱼吗？这鱼应该是脚皮鱼吧？你别乱说，哪有鱼叫脚皮鱼的？哎呦，我的老板呐，你干嘛呀？我说我十分钟就到，你至于吗？催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有事说事儿，别装深沉。怎么了？这不心安理蝴蝶酥吗？干嘛？你找代购排队买的？你才代购，你全家都代购。看清楚，这是心安理老板为我定制的蝴蝶酥。哦。哎，老板，那你现在就属于是房梁上挂暖壶，高水平的。吃什么啊？我给我吃一块。你不是代购吗？我代什么购？你赶快联络。好啊。哟。小朋友，怎么了？哥哥，你女朋友真漂亮，买束花给姐姐吧。小朋友，他不是我男朋友，我们俩没关系的。不过你的花很漂亮，
我自己买几束吧，好不好？哎哎哎，没关系，还是我。那不行，我来买。小姑娘，这位漂亮姐姐花，哥哥来买。30块钱一束。好的。好。哥哥呢，帮你把剩下的花都给买了，你可以收工了。谢谢哥哥，祝你幸福。哥哥也祝你幸福啊！一会儿替哥哥的女朋友把这些花全部送给路人，也祝他们幸福，好不好？嗯。拜拜拜拜，朵朵，这次社会实践妈妈给你满分，我们回家吧。介绍一下，我是她男朋友。哦，嗨，怪不得上次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那天实在是太匆忙了，没来得及介绍。今天正式介绍一下，我男朋友姚志明。你好。哦，对，上次问过。嗯，你一会儿有事吗？如果没事的话，我们两个请你吃个饭吧，再聊聊。不了，我就不耽误你们俩了。啊，城隍我先撤了。啊，回头见。哎，拜拜，辛苦了。我怎么闻到某人身上有一股吃醋的味道呢？就是吃醋了呀，他都能进心安理，而我只能在外面等着。嗯，我还真不知道姚总是这样的人呢。那你就还不够了解我，以后要多了解了解。讨厌。怎么样，又去哪？一会儿我们去找条小枣吧。你陪我一起，以姐夫的身份陪我一起去找他。走。带着姚总光临寒舍，有何贵干呀？我们在一起了。嗨，姚总手段高明啊，连我们麦小姐都拿下了。你也不差呀，这不把他弟也搞定了吗？啊，是，那来吧，半个麦家人，敬你一杯。不过我说你们俩可真行啊，都这么久了还瞒着我，我不问就不说是不是？一个我亲弟弟，一个我闺蜜，这么能憋还不说呢？不是姐，我是怕你们不同意。你要说这句话我就要打死你了，你怎么会认为我不同意啊？哎，你们俩在一起我高兴死了好不好？之前哪次我不是暗戳戳的在支持你们？不过小枣，我觉得你这个决定很有担当，是个成熟男性啊。哎，别，成熟男性在这儿啊，我们家小枣可还是有少年气的。